这脚没有传好，国际队在本方的半场断球，斜长传，找深思，球传得很准。小将于海往中间走，再传后点。国际队球员向裁判示意对方禁区里犯规，二少王云显得非常的激动。 我们再来看一下于海这脚斜传过顶，找后点包抄的王云，对方回防的确是慢了半拍。从慢镜头回放的情况来看呢，有一个肘部的动作，但是裁判并没有吹罚。 王云远距离的直传，对方这脚解围，哎，阿尤这球，对方的解围已经出现了失误，结果阿尤啊太过于急躁，转过身来之后，连自己同伴位置在哪儿都没有看清，完全是凭着感觉，马上的起脚横传。由于刚才王云向裁判理论，所以现在他一拿球啊。 北京的球迷就开始嘘他，进攻方犯规。 本身现在队换下二十号杨浩，换上场的是十七号的高大卫。二十号杨浩呢，由于在今天比赛当中啊，就是多次遭到对方球员的犯规袭击。 而且还能够坚持参加比赛，因此得到了全场观众的一致认可。主裁陈鸿飞告诫北京现代队的球员不要拖延时间。
跑位。再传回给边路十八号陆江的传中，被国际队的球员挡出去。底线球传起来，给到了禁区外围，国际队先把球挡了一下，外围跟上再一脚远射，打中了防守球员之后，变向弹出了底线。这脚射门是来自三号后防线上的张帅。这段比赛当中啊，上海国际队呢，由于再次陷入了进攻局面打不开的这样一种困境，所以呢，下半场的这三次的换人，特别是这个阿尤和申思登场亮相，并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现在北京现代汽车队呢，反而是重新掌握了全场的主动权。十八号黄勇，申思，对方是拉人犯规。上海国际队并没有将比赛停顿下来，啊，最后是八号李艳把球踢出了界外，这样呢才让对方的队医能够有机会进到场内来查看一下十五号陶伟的伤情。从慢镜头来看，王云这次犯规是比较的严重。好的，阿尤为自己同伴做球，可惜啊离得太近，这个球撞在于海的身上弹下来，于海自己拿不到。阿莱克斯在中圈弧里带球突破时被铲倒了，又是二少王云的犯规。实际上几分钟前王云在边线对方陶伟的犯规呢，已经是躲过了裁判的法眼。